郭碧婷约好友一起庆生，怀抱女儿画面温馨，小奶黄正脸超可爱。1月16日是郭碧婷38岁生日，也是她当妈妈后第二次过生日，有两位好友公开了庆生现场照，画面很温馨。照片中郭碧婷素颜出镜，一如既往展现女神风姿，身穿黑色休闲装，留着披肩长发，尽显妩媚。郭碧婷当妈妈后更多了一份温柔的韵味，更优雅大方了。郭碧婷怀中还抱着女儿小奶黄，小家伙长大了不少，长了一张瓜子脸，穿着可爱的宝宝服，软萌萌的，非常讨人喜欢。小奶黄手中拿着五角星的小饼干，画面非常温馨。好友还公开了2017年与郭碧婷的合影，和现在对比一下，郭碧婷除了更成熟稳重了之外，颜值与气质丝毫没有特别大的改变，一直都是那么漂亮。此前曾多次传出郭碧婷怀二胎的消息，向佐也曾发文表示很期待。然而从这次庆生照来看，郭碧婷应该是没有怀二胎。郭碧婷的爸爸也在女儿生日这天连续发布了两条动态，虽然无法陪女儿一起度过，但郭爸爸还是精心炒了几个女儿爱吃的菜，满满的父爱。